係咪好好聽呢？真係係咪啊？我成日都聽到如痴如醉，係咁咧誒，仲記唔記得我哋跟住落嚟嗰兩場？8月1日同埋9月14日 ，OK， 兩場都係誒。8月1日咧就星期四嚟嘅，但係9月14日咧就係、是、假期，星期六假期 ，OK， 咁如果你要飛就打翻俾我哋嚇 ，WhatsApp 俾我哋，或者寄信嚟嚇，寄信嚟咧咁。你話要飛，咁我哋就會將寄翻俾你噶啦。OK， 好，黎明嘅歌又係愛情關係。情人情人可知，暗暗爱你那段开始，为求情人你有天可以，因出这个痴心汉子，求已过变质，情人情人可知，爱你爱你没法终止，暗恋错开始，请不要怀疑，藏在我心。